慈济美国总会在这为弱势族群出国发放5-2年，总是全心全力服务的陈静典，慢慢走出丧妻之痛。那我就邀约说，静典师兄，你年轻力壮，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做出国发放？那他一口就答应，因为他也是非常热诚的。那然后他说，以前因为忙于做生意，只是鼓励师姐去做慈济，那么现在他有机会出来，我就鼓励他。 2015年时，陈静典投资的生意失败，来到美国想重新创业，没想到隔年太太重病，束手无策时想到大陆的慈济法亲。陈静典打电话到大陆求助，大陆联络台湾慈济人，台湾在联系到美国慈济人，洛杉矶志工很快前往关怀。今年陈静典正式培训成为慈济志工。小心师姐走了之后，我一直也在考虑，也在思维。 我是不是真的要沉着心来学习，去出差才可以做好事，不要一味的冲，非常感动我们师兄师姐，对我家小贤，对我们小孩他们的关心关怀。陈先生大人蛮好，我都蛮喜欢他的，他的人蛮很会帮助人，所以呢，我就有一个方法想帮助他。 超市店长在收银台放了竹筒，帮助陈静典汇聚更多爱的力量，共创造福人生。带新闻，这是美之工洛淑丽、叶静红、周晴，美国报道。